喂，你在哪儿？你不是说你有工作吗？怎么要去伦敦桥啊？那你结束了打给我吧。真带他去伦敦桥了？李总真是个浪漫的人啊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。他们两个之间有感情也好一阵子了，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。就算李明彻真的表白，也不奇怪啊。 好啦，我们先不管他们了。严厉，其实我们也认识很久了，有些话我一直都想对你说。对不起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。 总想找个地方歇息，于是他选择停留在原地。爱情这游戏，总想换着方式进行，于是有了我爱他，他却爱你。 他们两个之间有感情好一阵子了，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。我和李明彻吃饭，你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是，我很生气。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要生气，我也一直在寻找原因。不想，我应该是找到了。 因为害怕，害怕失去。再往前面走就是伦敦眼了。想坐吗？李明彻，谢谢你。对于你，我只有欣赏和尊重。我的心已经被另一个人填满了。 很荣幸有你这样一位老板，也很开心有你这位朋友，我很珍惜。一直以来为了生存，我生活中只有工作，是你的出现让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的色彩。现在我想去尝试，想去感受，想去守护，希望。 还不算晚。我们今天还要做什么？我想一下。今天 DKK 旗下精品店我们都考察过了。如果你饿了，即将有一家米其林餐厅，不过英国的米其林嘛，味道和轮胎差不多，你懂的。你没有时间再做这些了。啊？没时间做什么？ 和我在一起吧。什么？刚才我们两个路过的那座桥叫滑铁卢桥，以前有一部电影叫《魂断蓝桥》，里边呢那座蓝桥说的就是那儿。我刚前面说的那几句话也是那部电影里边的经典台词。<笑>我就说嘛，你刚真的吓我一跳。可是这些话，如果是我真的想对你说的呢？ 好啦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你知道我不是开玩笑。一直以来，我很感激你对我的信任和赏识。作为你的下属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领导的关爱，更多的是朋友的关怀。
你刚刚说《魂断蓝桥》里面有首歌怎么唱来着？你是说友谊地久天长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首歌。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应景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友谊地久天长嘛。是因为眼力吗？高阳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李明彻向我表白了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才特意赶来阻止的？看来是我又想多了。明明知道你喜欢的是燕南姐，可却还是一次次的对你抱有幻想。就连李明彻表白的时候，我脑子里想到的还是你。你突然出现带我离开，我以为你是来阻止我。世界。